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突然遭到撤换，外界把矛头指向是主席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。外传原因有好几个，包括看到是李哲华清楚划分党务工作跟非党务人士，因此踩到了夫人派的红线。只是不只是人事案吗？现在过去也被点出来了，包括中央党部的风水都是夫人一手包办。他这个空间哈，在中常会的时候，他的空间常常很多人出入。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上任后，党中央布置屡屡变更，从大厅地毯、后门鱼池到中庭路障，外传吴敦义夫人蔡令仪一手包办。风水师嘛，我不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是个人的视觉，你的空间学，你就是你个人的视觉学跟空间学的问题了。风水之说或许穿凿附会，但基层组织可就是千真万确。蔡令仪长期经营妇女系统，为吴敦义提供后盾，如今影响力延伸党务人士。下面的人想要抢位置的，可能就会去旁边讲一些话。所以我想李哲华被换掉，虽然没有直接干涉，但是我想间接应该有影响。党内宣传挺吴派侧翼齐策盟，结合夫人系统，目标就是瞄准不分区布局，因此与组发会主委李哲华有摩擦。李哲华甚至不断被夫人派的部下告状，更有人研判，由于吴敦义和副主席曾永权都有意争取立院龙头，与曾永权互动密切的李哲华，因此遭到处理。觉得我不会去猜测，就是说会是什么夫人帮啦、所谓主席帮啦、内斗啦或这些状况，但我确实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想党中央有必要说清楚这个人事更替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坊间的传闻呢、这个个人呢、比较不认同。究竟是不是清除异己，中常委帮蔡令仪喊冤？但一直以来外界形容立拱吴敦义选党魁，甚至总统大位的都是夫人出力最深，如今夫人派出手，也让人察觉在为吴敦义的不分区之位清除障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